好，太长了啦，哪里呀、啊？变鱼的跟鱼儿游来游去。对啊，所以他刚刚被闹着玩呢。可恶！哎呦，可恶！我要变一个比较黑的东西躲起来。比较黑的东西。嗯，你好，能变了，完了完了，不行啊！想变什么？你又想变什么、啊？走不了，僵尸啊！完蛋了，我变到只有一滴血了。没关系。哇塞！哇塞！等下有人在车上，哈？車啊，飞走了！因为他车子会走就会动吗？对对对对 对, 對，本来就会动啊！你想有人坐车跑跑吗？对啊，怎么会有车子啊？白痴啊，他是鱼啊、喔！我想说谁，他是谁？他给我转身。他是谁？谁是谁？是谁？怎么一直得呢得呢啦？不要得、欸、那有版权的、啊，不要得。所以是有人在放吗？还是有人在放吗？我没有听到啊，我有听到、啊，没有，真假的？那所以是他原本的咯。呜、嗯，谁想要打鱼？我，我也想。感觉真的可以啊，没丢啦！哎、欸，他不是有、啊，你们已经找到了、啊。哎、欸，给我追丢了，我只是到处乱打。哦，好哦，我只是到处乱游。嗯，当一条鱼，追丢了。你这只是不是？这只的话游那么快，你还变别的？可是打不到哎、欸，还是有累有累有。不是他吗？不是，看到一只了，死了！我一直听到那个、欸、放那个音乐，真的好讨厌、啊。我也听到啊，怎么刚刚有点被集成的感觉？应该是那个啦，居莫的他放的。嗯，虽然他放的时候我们拼命讲话，很诡异，这游的很诡异。哇！可恶！一直侧着游啊！哦，原来我测的油啊！你可以丢把蜡哎，嗯，哎呀，哇塞，嗯，哲平你，你这个，哲平变什么？哎，我是他们，我就直接打你了、欸，因为我刚刚算过数量。哇、哦，你居然还算数量？算数量、欸？我算金鱼有多少只？哇，你太神了吧！你怎么我都没在算、欸嗯？你有连上面那一排都算过吗？因为巧克力，你到底是哪一个啊？这个、啊，你要按空白键才看到。我刚刚四处游走了。哦，我也累了。他要找休息区休息。都不是，我剩一发了。可以啊，剩一发了，我要去轰炸了。为什么没有瞄到红色？对啊，因为你们都没有经过。我昨天还可以看到一条大鲶鱼。大鲶鱼，刚本来想躲在鲶鱼嘴巴里面，会被撞开。哪里啊？你是卡住是不是啊？怎么游走啊？你为什么要游走？我们在哪里？呀，巧克力，你这位置真的超扯的，你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，我要钻到里面。可以啊。真的，然后那只，哎、欸，他进去了，巧克力，他进去了。怎么？我看到他进来了，什么东西进来了？他看你耶，什么鬼？啊、我他就刚刚一直在看我、啊，他对你笑哎、欸，哎、啊，两只在对你笑哎、欸。他在说鲶鱼对他笑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是他伙伴啊！哎、欸，进来了！哪里？不要！你要被吃了！你要被吃了，快跑！这附近在哪里？真的吗？不要！哪里呀、啊？对啊，好难哦！打水漂哦。他在玩我是在玩香香，在水面上，
有吗？我刚看到我那个票了。好、哦，来，巧克力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横的游哦。没关系、啊，来倒车哦。我看到有鱼跳起来，有鱼跳起来，哇！真的不能假装成鱼在游，因为它是横着游，因为它方向不会换。对。可是，在水里就很难追啊。对啊，很难追。但是没办法假装成鱼，就是。刚刚那两条鲶鱼过来，真好笑哎、欸！你笑变不了。可恶！我声音好小。喂。嗯。我刚刚也蛮猛的。嘿嘿嘿。为什么变不了啊？不了，你要变肉吗？不是，我要变鱼啊！可是我变不了啊，为什么我按不到？难怪你都是变肉，他一直游来游去，我按不到啊！不要打我、啊！不要打我！可怜，没有变到就死了，白痴！不要 Gary 在游泳，杀了我吧！我卡住了，杀了我吧！拜托，杀了我，我卡住了。干嘛啦，杰克？我看不到画面，你知道我画面是黑的。卡住了，我被墙壁卡到。躲在这啊！哇塞，你在哪被卡住了？哈基，你这好狂哦！我卡住了，杀了我吧！在哪？不要跟我说你没看到我啊！你是什么东西卡住啊 ，Gary 吗？没有，不是卡住的，一定很霸的。我有变，我有变。唉，这个吗？不是啊，你们打错个。好可怜，好可怜。哎，团团啊，我还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你按错了，你在打另一个沙发了。我已经打快没血了，会扣血的，不要打哦。我想说，奇怪，到底是卡哪里？等一下，这个这样可以吗？这个这样确定可以吗？等一下，可以吗？确定吗？那应该就是一些可疑的地方、哦這個。这个真的很刁钻啊！不然这里，好，可以。那边我觉得太夸，太难了。哪里呢？没看到哎、欸，后面那个谁，那个后面，繁星是鱼达人是不是啊？对啊，超厉害的，繁星六六六，繁星他就已经把所有鱼都算过数量了，太猛了吧，太可怕了，还真的嘞，我随便讲的啦，哎、欸，不趴下了，太可爱，换一条鱼，来看那个。Gary 跳到水里的画面，好笑。滴铃滴铃，得得得得得得得。古猫，古猫，啊，来要打。好，来吧。给我可爱的尾音。在哪里？在哪里见到你？在哪里？在哪里 ？Where are you？ 对不起，我没看到，好像。刚不小心去玩了大白鲨，被顶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只要碰到那个大白鲨的音乐就会响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呀。我碰一下，怎么碰啊？怎么碰？靠近他而已，不是吗？没听到哎、欸，有人，我都没有踩下来了、啊。声音呢？为什么？奇怪，我不知道怎么把那关掉。我刚刚也去关音乐，关不掉。没有哎、欸，他只是在玩。他播歌的时候，我们赶快吵一点啊！嗯，就只能这样子啊。对啊。啊！嘟噜嘟噜，啊的又抖，都不是，可恶！啊的又抖，啊的又抖。走开啦！嗯，懂了，夸张了，又有了，又有声音了，所以应该是有人碰到大白鲨吧？真的吗？刚刚有人应该是有，还是靠近就会，还是靠近就会有啊？可能哦，开个玩笑，三
都不是。哪里呀、啊？他是在数数吗？这谁啦？有种马桶有四个啦！谁、欸欸？这谁？这谁？四个马桶？干嘛、啊？我一开始就说马桶谁？你还硬要？等他要三人同行，一人免费啊！一人免费、哎。有一个 carry。对啊，有 carry 有 carry 吗？ carry 谁、啊？你加油！真的假的？我在你脚下放了定时地雷了。好，还有这种东西。哎、欸，我无敌哎、欸！你为什么？水炸弹，我死了，死了。哎、欸，我帮你们拖了两个人，刚讲完就死了。我帮你们拖延战术，懂吗？其实很明显吗？那我再看瞄哈。嗯，噔噔噔。我这边还不错啊。哎、欸，苗哈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是脸在撞他的位置。我这里本来就一直都不自然啊。没有，知道啊。所以你等下游的时候要知道位置啊。好。哎、欸。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游，会直接跳对面。天哪、啊！哎呦，都在提示哦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可以。可以啦。我看到有一条鱼在水面上，哇！都死掉了，哎呀！剩下巧克力在哪里？不要啊！我也是鱼啊！你也是鱼啊！我觉得鱼很好玩，鱼真的蛮好玩的。可以不要再游了，不要再游了。没关系啊。那你去咬他屁股。对对对，他，然后每个人都回头，有没有？他已经很自然的回头了，可恶！是什么鱼嘞？大鱼、小鱼？哦，鲸鱼、鲷鱼、鲷、鲷鱼，不是鲷鱼，忘记了，那什么鲷？鲑鱼、帝王鲷。我现在才把画面切好，看到他在哪。帝王鲷，帝王鲷。比目鱼，就像小比目鱼的那种。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某种鲷类吧。多利鲷鱼，鲷鱼很鲷，很鲷。多利，鲷鲷鲷。多利不是这颜色啦。哦，吓死我！喂喂，在哪里？哎，都没看到吗？哪里啊？应该有吧。坐在这边他们会自杀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咬你，咬你。咬哈气啊！啊，所以是哪一只啊？它在水面上飘、啊，好像一堆人在水上飘，都没挂丢呢。没有啊，难哦！我躲在那个花盆里。哇，它是花盆鱼，真的花盆鱼啊！就要在验选一个，不要选到 building 哦，不要选到 building。没有阿兹特克，阿兹特克是谁？啊，拍谁？我跟你，那就选阿兹特克是，不能乱选，只能变箱子。哦，结实的一张地图，好哦，有下水道啊什么的，然后那场那关会打雷，那、哦、他记得图到了，会不会是同一张、啊？同一张，换名字，他记得图哦，对啊，他记得图，那我期待变身。哎、欸，这一张好像没玩过，哎，这张也太乱了、哦。那有哈记的图吗？我不知道，等一下要看一下。有啊，这张就是哈记的图啊。我想要看佛根贝里曼。这张好乱哦。佛根贝里曼。对啊。佛根。好想念佛根贝里曼。哇，马上破图。这哇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不要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全部都是破图吗？哎、欸，我是没选到啊。没有，你没选到。哎、欸，那我要怎么出去？按 F1，然后按黄圈去听吗？那我在这里哦，这里有门。呀、啊，完了，我别卡了，我卡住了。你们多少人卡住了、啊？多少人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喵哈，你看我，拍我，我看他在移动、欸，哎，我要怎么看你啊？我左后排镜之后左右键。后排线，你在哪里？天哪！天哪！哎、欸，我移动不了哎、欸，你这个位置也太卡了吧？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鬼啦？东西吗？
不要打我，我卡住了、哦。巧克力刚变的瞬间，我有看到。那个繁星我看不出来。我在打墙壁，墙壁有一滩血，墙壁有一滩血。繁星，我那看不出来是什么、欸，卡死了。应该是打到我吧，因为我听到打击声，可是我没有损血。多厉害！最后都不能动。我卡住了。啊！一直在打我，然后到底要不要打？卡住了，很久哎、欸。然后他们都打折停了。你们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拖超久，他根本就打不死我啊。你跟我讲，血多少啊？我是我觉得他们是打错了。我血有两万滴耶、欸。我觉得这个、欸、值得这个东西吧。你在损血？你有存血吗？我血有两万滴啊。两万。我丢 RGB， 我丢 RGB， 不要丢了，两百了。丢我丢了，丢了啦。嗯嗯，啊，那个在打是不是？而且你是说按到你，我丢个，我丢个，要按什么才能移动啊？空白键。没有啊，空白键真移动不了、欸。你看，空白键要两下。就跟你说还有血，还有两万滴哦、喔。然后我就跑出去了。哎、欸，我帮你们杀一个人了。我帮你们杀一个人了。没有，我跑出去就跑到外面，我跑不到你那。因为你，哎、欸，你跑出去的时候。那个移动就可以移动了，不是不是，因为繁星的那个位置太诡异了、啊，就是他的位置我没办法看。欸、你就不要看他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好惨哦，要不然大家都变这个、啊。你看泽平，泽平你到底是什么、啊？你真的假的？泽平他那个他，我觉得是他们没打到他吧？哎、欸，没有、欸，可是我有存我他我有那个、欸、有啊、欸、有啊、欸，是在打泽平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出来看有多少血啊？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要看，我跑出来偷看一下。哎，愉悦愉悦，哎，巧克力，看我，哎、欸，打死了，死了，终于死了，他是打什么？他是打什么？哦，就那个，就那个电视，那个、啊、电脑，我的柜子啊，他就是那个，他卡在那里、啊，我移动不，我移动不出去呢，他卡在那里，等他结束你就知道是什么了，好吧，他卡在那里。嗯，繁星卡住了、啊欸，你们看可不可以找到、啊？这繁星，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、欸？找不到哎、欸，重点是我是在飞啊！我觉得你那某方面其实也有点无敌了，又无敌啊，要看他们有没有办法。我跟你讲哦、哎，为什么？这台东西摆在洗衣机旁边，他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总算移动到繁星的世界，繁星那应该是无敌吧？他摆在有没有办法推开？我就动不了。洗衣机在哪里啊？找一下厕所，厕所啊，找一下。可是他们不知道厕所在哪，他挡在前面啊。剩下你们两个了。所以泽平，你刚刚是什么？哦，不是电脑柜。你那外面看起来好好笑。啊！不要不要，会痛。哈？所以那个会痛，原本可以进去的。会痛，挡住了。哇塞！原本可以进去啊！我跟你讲，等下听我解释。那就他、哦、这台东西本来不在这边，我变身卡住之后，他自己移动到门口来。你知道我刚刚就刚刚开门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有个东西挡在这边，我就走了。怎么会有墙？我还以为是那个假墙壁耶。对啊，你打那个没用，没有是后面那个才是。后面那一个吧，后面那一个。打错，应该打得到他了，应该打得到。我在瞄上面，瞄上面。